我们还与在全营有中国留学生就读的154所大学建立了热线联系，对大家的需求第一时间给出回应。我们把每一位学子的恩威冷暖细语细间，绝不落下任何一位同学。健康这边已经发放了，通过健康这边已经发放了约11000副口罩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在建仓地区构建了这种抗疫的社区，以10到12个人为单位。其实在英国，尤其是在伦敦来说，我们的物资还是相对充足的，所以更大面临的问题是大家的心理问题，如何在这样一个时期，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期，在大家心理压力都比较大的时期，而且没有办法进行户外运动的时候，调节大家的心理。